今天要来搬运货物，运输车往后倒车。打开挡板，小朋友们，我要开始装卸货物咯。卡重了，把它升起来，搬到运输车那里，装上车吧，回去继续搬运。又插中两桶，搬过去，装到车厢里。剩下最后两桶了，把它插起来。装到车厢上。把挡板关好。运输车已经装满了，你可以出发喽。好的，我马上出发。这里还有一些箱子要搬运，另一辆运输车麻烦你倒过来，放下挡板。小朋友们，我要开始搬箱子咯。把这个箱子搬到运输车那里，装到车厢上。插起第二个箱子，搬过去，装到车厢上。只剩下最后一个箱子了，赶紧搬过去，装到车厢上。任务完成。哦，车厢装满了，我得赶紧运走。叉车，把货物搬过来吧。叉起货物，搬过去。卸在车厢上，哦，这是什么声音？好恐怖啊！是霸王龙！叉车，快跑！请你马上离开，否则我们会开火。开火！停止射击。帮叉车翻过来。
幸好有你们在。谢谢你们，不客气。我要继续搬货物。装到车厢上。还有一箱。关上挡板。终于装满了，出发。怎么还没有过来呢？ Oh no！ 哦不，我的车轮掉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是推土机，我得过去救它。别担心，推土机，我帮你看看。是后车轮掉了，我来帮你装回去。嘿，呼呼，小心的装回去。装好了，再用挖斗来敲敲紧。推土机，你启动试一试。轮胎又掉了，大象正往这边过来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拖车麻烦你过来一下。好的，我马上出发。往这边倒一点。收到，没问题。卸下拖板，我来把推土机搬上车厢，先把碍事的轮胎挪走。勾起轮胎，放到车厢上。好了，全部装好，可以拖回维修厂了。收到。准备开始工作。运输车，我来这里装泥土。好的，我这就倒车。我要把泥土装到车厢上。还没有装满，得挖多点泥土。把泥土倒在车厢里，还得继续挖。
还差最后一挖斗，车厢就满了。在山坡上要小心一点。运输车可以出发了，收到。哦不，装得太满了，我拉不动。那我帮你去掉一些。好了，现在再试试。让我来推你一把。到达卸货地点，开始倒车。快停下，后面有一头大象。快离开吧，大象！准备卸下泥土。泥土运输任务完成，你们看，这里堆成了一座小山。